都情害。如果他到七八成的可以体现制作的生活态度，那么一人向外的生活方式都该头行的人是随处可见。都情害固定的街头的话，我们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好古堡音乐的一个行业。看来台仔只会阿伯咯，做呢个。好漂亮，好漂亮。你现在是弄做呢呢？哦，保命铺嘿。哦。哦。那应该材料，干咩材料吼？就是切菜，他们材料是啥物？有些黄油，有些再个是用是白米，白米。我做十八个，就个套餐就等于咩咧？哦，那你今年大概是几岁？73啦，嘿。我今年，我今年，但照我所谓的家己的要轻点，因为小家己要轻些，轻不下。要咱家己做，自家生活。我真正简单，我白吃白吃，哈哈，你不吃也不好，哈哈哈哈哈。第二两个吃，我真的喜欢这样。哦。到静海古店之后，像宝汤老伯就写作潮江汤过界，颇有嘅好彩。虽然伊人有一定嘅年纪了，但却上到高家己嘅双手，组织出勒索连接嘅工作。古店嘅生活，处处充溢着令人感动嘅笑容。所以明朝嘅边嘅古店静海，除了有着沉甸甸嘅南京历史。不得不提的，亦化有另外一条名人李优生地。观光秀丽的静海，每年都捧接了一大批游客。想要在静海有地处修成美景，买件下集回来带来一把眼福。